这里有另外两幅画，两幅画的色调差得很多。上面是山水画，画的是泰鲁阁，我们中横的泰鲁阁，然后画着是九曲洞，绵延的九曲洞，然后高山流水在小小的画里面呈现，有几个人在观看当时的景色。那这里在中国的绘画中，我很强调的是诗书画三者要俱全，所以每一幅画我上面一定会为它做一首诗。那在这幅画除了画了它的纹理之外，我画了上面有一个黑色的地方，把画暗一点，用金色的来提字，写的是泰鲁峡谷，泰鲁峡谷胸中墨。这整个是比较色调暗的墨色，整个泰鲁峡谷是我胸中的墨色，然后泰鲁峡谷的龙盘九曲的这种地形是方外山，胸中墨，对，方外山写中横的景致，还有落款。那下面这一幅它是 OK， 好，下一